洪泰山的里伫咧高雄带来上大有17级的即个强阵风，甚至四界拢如苍苍，唔闹天厝的厝顶掀起，有超商的玻璃拢破了了，甚至经伫咧门后壁店员嘛，好甚至咧变过。就物理老师提醒讲，这17级的强阵风，等于是一边风光笑，就400公斤重的力量，用人力要去经门实在无效，建议也是爱订房啊，较稳当。强风一直吹，桥上的门拢要冻袂掉，三名员工赶紧去冻，后一秒大门被吹破去，人嘛飞出去。有跟这里有风机有一点关系啦，哎呀，啊，主要是这个都是一大片都是玻璃啊。但是金融桥上工作人员咧整理非常混乱的货架，嘛搬出避开的玻璃，无愿意加工经过。不过专家提示，山土而上强有靠17级的阵风，用手还是用力力去动，其实帮助无大，啊，佫有可能害家己受伤。17级风的情况下，每平方公尺大概有400公斤重的力道压上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手掌面积很小，那你去挤压的时候，反而造成这整片这个落地窗呢，它的受力这个不平均，所以反而更容易破。物理老师讲，17级强风每平方米400公斤重的力带过来，市地门汤管顶可能受力无平均，只要一地破去，就会规片破。手动机枪就是抓玻璃的人，建议爱伫规片门汤后壁钉插板，靠稳固的效果。另外，即间伫咧小港病院边仔超商嘛真严重，店内所有器材设备东倒西歪，含门嘛无看去。高雄汉来饭店伫11楼的餐酒馆大门，烦恼强风嘛先甲门拆落来，用大力借的刀啊来剁。把门全部给拆下来，桌子是大理石材质的，所以够坚固，先把它给挡住。这间伫林雅区的店家含厝顶拢红掀起来。上面这边下面的铁皮屋是从对面两栋两家这样翻过来的，这样子。昨天那个风力真的是哦，太恐怖了啦，很可怕呢。民众讲，漳中岛风是非常的强，两户店家的铁皮厝拢风吹甲无去，啊，个冷气嘛吹甲落落来。暂时情况现场业者干来当歇困来善后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个人报道。